都是我精心。之前小瑞布置那个房间呢，一看就是直男的。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？我可是特意从网上给你选的少女限定。少女限定？你是对少女有什么误解吧，兄弟？小姐姐，你看这个，我可是搜了几百家才找到这种既有粉色又有蕾丝的套。这蕾丝漂亮吧？这粉色是被小猪佩奇吃进去再吐出来的吗？还有这个，你看这个多飘逸，戳瞎我的眼睛吧。再看看这个火烈鸟限定少女柔情款，多唯美。小姐姐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就说嘛，你可是第一个打职业的小姐姐就来了我们战队，荣誉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你，给予你特别的关照。好了，我看她也累了，那你就慢慢收拾收拾，早点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哦对了，桌子上给你放了一本战队手册，不过你不看也没关系啊，明天小瑞会带你熟悉日常训练流程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姐姐，欢迎加入 ZGDX， 加油！拜拜。来战队的第一天，冷酷的成哥，热情的小伙伴，惊艳的卧室，哈哈哈，其实还是蛮开心。麦莉冲压，爸妈，我到基地喽，爱心发射。